大家好，今天又猜派对了。呵呵，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呢。这个，你怎么又买了一个？啊？你怎么又买了一个？这个好像是粉丝送你的。你送的？1:3的。我看看，庞是吗？啊？庞。是，庞根，庞博根。怎么？他以为我姓庞，我估计啊。你叫庞林，他以为你姓庞。6:3的汉顶站，我们拆开来看一下。感谢大哥啊！大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觉得你天天啊，我捡垃圾啊什么的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我那个新棉子退掉了，又来一个。那个新棉好多人说水货，反正我们就退掉了。又淘了一个千川里五代。那人送的吗？你到时候再不说，到时候又是假的呢，又退。那个不是吧？你像你那叫要什么正品和假的，真的是。不懂啊，不懂鱼竿的人就是真是。你买到假的？拆开看一看。小牛这么感兴趣啊？明天16就可以拿这个杆子去开光了。咦，为什么鱼竿都是这种绿色的？汉地干啊！小牛这么感兴趣，明天跟你老爸去钓一下。对，看起来好精致。精致，比你那个冒牌的精致点吗？又要看了，看一下。嗯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嗯、昨天我看你看的时候，好像就本来就有点，之前那个你本来就有点不满意的样子。汉顶站。不知道，我是不知道这些什么牌子，我只知道女生用的口红啊什么的那些。你就喜欢化妆品？给我安排一个吗？啊？你安排吗？看这个标签，感觉挺那个的。比我那个精致多了啊！你那个没有这些东西，而且送了一大堆东西。看一下，6:3。明天就拿它去开光啊！好的，我准备拿我那个16去开光。好看一下，跟你昨天那个是不是好一些？手感？我们呀，这个硬掉，硬一点。你看那个表情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想笑就赶紧笑，不要憋着，真的是。怎么样感觉？洗了80，心也比较轻啊。那老板破费了，你这。嗯。不钓到鱼你就对不起人家，真的是。好，明天就拿这个杆子去开光。再钓不到鱼，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。哦，不是，哦，再钓不到鱼就是啥？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鱼问你啊。嗯。明天拿这个杆子去开光，别钓到鱼不回家。明天10几啊？明天刚好16。嗯。要不给你放个鞭炮庆祝一下。钓到鱼了，我还在家里给你搞上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烟花筒在家里迎接你啊，砰一下。嗨、明天去站啊，感谢粉丝的好意啊，明天没钓到鱼真是对不起。又多了一根啊，又多了一根，这个包里面越来越多了。哎，哦，这个是指甲，我这会看看，那根不是退了吗？这钓鱼的装备就是慢慢的增加，越来越多。
哎呀，这个箱子越来越重啊！哎呀，先放这，明天拿这根杆子去开光啊！明天没钓到鱼，绝对不回家啊！对不起啊，这根杆子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，下午去先去割好两只草啊，明天就起个早去开钓，走，割草去。